哇，这就是山上的拓跋湖美景啊！咱们现在一直往下走啊，哇，太美了，太美了，哇哦！赶这个时间特别巧啊，正好是夕阳的时候来到这个拓跋湖，它这个方向呢正好照着这个拓跋湖整个全貌，所以它这个风景啊跟早上的时候不一样。早上的时候太阳是从东边出来，在拓跋湖的后边，山的后边，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咱们在西边这个方向看的太阳照射东边这个拓跋湖，咱们要去它的中间的岛啊，萨摩斯。你看这边也是一个观景台，也是一个大弯，看看。
哇，这边是它的旁边的山啊，中间是这个湖。这是这湖啊，嗯，这是小劲吗？小劲，好了，继续啊。